现在已经2点了，我们开会不等人，我们现在开始。现在不想开会的也可以走哦。秦林，你站我旁边，你就站着。张翰同学站起来。我感觉他不尊重你，部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迟到了罚站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对。给我个原因，为什么迟到呀？下一次杰哥希望我们去采访哪位嘉宾吗？我想听听齐根初恋的故事。不愿意，我可以拒绝吧？杰哥，你先不要来看，现场还在布展，不要来。那为什么陈晨晨可以来？为什么陈晨晨可以来，我不可以来？大爷大姐，今天呢，迎来了啊杰哥的画展开展。这个屋长有点暴力。你相过亲吗？我没相过亲啊。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就过一个没有人管我的生活。那你相哪门的亲呢？在这儿，你们先选择成为谁的红娘？任杰。任杰是他喜欢的。你给我吧。那我就换女生了。没女生了，给郭麒麟留着吧。我到底有没有选择的权利？小赖。哦，奔这儿，奔这儿滑，小赖，不要撞我们！哎哎哎！救出自己喜欢的人。啊！